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聊一下这个电梯大妈是什么梗。首先，这个瓜呢不会很大。然后呢，就是说这个瓜呢，就是指的是最近呀，某音上特别火的一个瓜，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大概呀，就是说。一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情侣的一对男女，在某小区的电梯门口呢，进行了这个鼓掌。咱们就是得这个女主呢，就是手朝地，这个屁股朝天。咱们的这个男主呢，就是站着也没什么好说的。然后就是他们这种热火朝天的时候呢，电梯里啊突然就是打开了，从里面呢走出了一个大妈。这个大妈呢和咱们这个主角们还明显就是说愣了一下，然而并没有停止。这又是什么任务啊？然后基本就是讲完了，就是这么个事情。